下。虽然今天的洗礼是在回到那家里，也不是很多的人，但是我们相信神一样的，同样的看见我们的内心，看见我们所做的、哦、那也借着今天的洗礼，我们可以一同来见证 Eric 是属于神的。然后、希望以后彼此大家也为他、为 Eric 也欢迎，也为 Vicky 彼此的带到，让神一步一步让这个新生成长能够有很好的见证，让他的名好。那下面我们就听 Eric 来简单 来分享他怎么样啊，知道福音怎么会让他信主，还有他信主他觉得什么对他有什么改变。谢谢牧师的祝福。那就是我想先分享一下，就是我怎么接触基督信仰。那我是想分享，就是原本其实我本身就是很有点类似无神论的这种人，那其实蛮排斥各种的宗教性，就是真的是蛮排斥。然后因为大学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老师也会 对信仰表达一些比较可能冲突的一些看法，那时候就是我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信仰。那后来是因为就是 Vicky 开始接触，然后他信了基督教。然后其实一开始一到一两年其实我也没有真的被他说服，就我还是蛮固执的，对，就是没有什么改变。其实他就是我会听他讲，但是我那时候会觉得还是没有感觉，就是一点感觉。后来是刚好他就是刚好传给我的一个影片，是一个那时候是刚好就是叫《拥挤故事》的影片，然后刚好他就是有提到说就是神他其实就是基督教里面他解决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那我那时候是有点不是在我的 comfort zone， 意思是说哦，是啊，我有很多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一天到晚担忧事业的问题，赚多少钱的问题，或者是将来怎么过好日子是什么，然后投资是到底要怎么才会做好的投资，各种，然后很容易焦躁，心情也是很容易就变得很忧伤、忧虑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多问题哦。然后那时候是他就有点启发说哦，原来基督其实是所有的根源，就是说他能够帮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呢所以那时候我是想说他有讲到一个原因是说女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到了丰盛。那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价值体系的一个的改变，是说因为我觉得当之前上课的时候变成说那人生到底什么叫做 good life， 每个人都想要一个 good life。 那是那时候别人 measure 我的方式变得就是现在也还是啊，就是说Eric 你说去哪里上班，你年薪多少之类的，就是你到底是什么个东西，那你在就然后我的 mentor 那时候也说 if you work for Google，If you work for Apple，那你的 resume you have a very good resume。然后说那，然后呢，有些人有逼迫我说你 you have to go to McKinsey， you have to go to Bain Capital。然后说好，那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因为那个需要很强的能力，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有这样的机会啊。那没有的话怎么办呢？那就所以我会为了这种事情就是会很焦躁，因为得不到嘛，得不到的时候会。反而也会跟别人冲突，会变那个有时候反而有时候像有跟 much is enough， 就变成说 how much， 那难道要有一个数字吗？五千万、七千万、一亿，还是什么？那所以其实这个一直还留在我心。那什么就是 how much， 就是这个价值观有点被冲击到，变成说那如果基督在前面可以让这些事情都逐一获得解决，就是。我们不再只是追求单一，比如说、哦、我要幸福快乐，我要跟别人很好，我跟别人，这都是比较单一。那如果真的圣经的智慧或他所说的，就基督摆在前面，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就 sounds like a good deal。那我当然比较浅的，就说 OK， 如果真的基督能够让我改变 ，Oh， I'm willing to give a try 这样。所以是接触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有人生还有哪些问题在追求什么这样子，然后。所以，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开始就是有
有接触圣经，然后有听那个，就是有那个网上好好睡的一些讯息，就是每一天会传一个讯息，就每一个他就一句经文，然后讲一个生活上的例子，然后变成说，我觉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每天这样有听一段经文，然后说这句代表对生活上面的应用是什么，一段时间之后变成我觉得我追求的东西还是类似，他没有真的改变，就是我的意思说我还是要工作表现好，我还是想要就是达到获取别人的要求吧，或者是我自己慢慢在想说要怎么去调整自己，但是我的心境是有改变，就是说不会这么焦躁，就或许我还是追求这个，但是如果我能，就后来我也是就是有时候下午有空的时候会出来祷告，那会把比如说把这个一切就交给神去带领我，比如说他像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 video， 他有提到说就是大卫王在哭泣的时候，他也是就是跟神说，就是如果神听见我的哭泣，他也会把他的烦恼什么交托出，就是我说那一个伟大王他也有哭泣的时候，他的忧伤也不会显露给旁边的人看，或者是他底下人看，因为他是一个王，但是他其实也是有内心的挣扎的哭，但是他把他交给神。那当然这个对我来说还是没有这么 concrete，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改变方向，因为其实之前我在想那 人这样活着好像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解方嘛，就是当然说你要快乐，你要做你很想做的事情，但那之后呢，之后是什么，就是变得有一点是我还是不理解，所以心境上有比较改变，就是我就是慢慢的把这跟神祷告的这件事情放到我的生活当中，那就真的我是变得比较没有这么容易就焦躁，因为有时候跟 Vicky 沟讲话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这么容易就有冲突，或者是就是说会抱怨，那其实抱怨这个是对关系伤害是蛮大的，所以另外是我也看到其实Vicky 就是他的改变真的是还蛮大的，就是自从他开始就有接触起来之后，原本我觉得他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容易生气啊，或者是脾气上可能沟通上有时候会不太顺利，但他变得比较平静一些，就是可能讲话的时候会更愿意就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就是会有根本上心境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的价值观有点就是说还在底背，就是变成说那基督是怎么去得到基督，然后解决刚刚所有说的问题，那就像讲就是那 how much 就是 how much 是什么意思，是 return of what， 就是变成说那尼尔商学院难道就是这样吗，或者是还是说是从基督里面去得到各种的 return 的事情，那就是变成说我会希望怎么去应用，把基督应用在生活上，所以这个是我目前会改变，然后之后会想要怎么去追求这样，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对的方向，目前是这样。真实感。在高山深谷，他会把我。